no es这个很小。 1965年4月12日，逝世于台北。
进学习，学习进学习，因为他们结论是嘛，还是那个方式。闹大重点这边。还有两，目前是见过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他都教了是吧？没有把他学起来，我就过去到你那边到高屋上，我没有那么大问题，我们就不让他学东西。没有问题，你要再看看，哎呀。正规的，也非常庄严典雅的，那种非常庄敬肃穆的，建一个中山堂纪念馆，那在别的地方，那是下一步计划，下一步计划。完，我们总的来说，这个就是大家的感受，我想还是还非常感谢，一点希望值不在太高，我得一模的上来就给大家打了这个预防针了，然后大家有这种免疫力，可能看看还可以是吧？谢谢啊、我的感受是啥？我的感受是啊，首先感谢栖霞市人民政府，也感谢栖霞市，你像李部长还有个高副啊，然后文管会他们的这个刘主任，把这么短的时间，灯光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是新做的，没有一件是旧的过来的，那东西，光就这一条就不简单，这个。无论从速度到人力的投入，他都是相当的专注，相当投入的。我要这就是表示，足以表示家乡人民对牛先生的敬意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你们在对墙一讲，在这讲更好，更精彩一些。我在路上就讲了好多了，是啊，我又导游过来了。啊，我之前不知道讲了多少遍，家里怎么发展。有吉祥的文化发展，给他们呀出主意想办法。谢谢。我心里真是不想想，是在外行。我这辈子千金万金，这是一个虚言。好，走吧。好了，上面这样改到了，给这个社会效益 OK。哎呦，嗯。把这个理解就是新疆货，新疆货什么样？是铜货。可以。我能上去吗？可以可以。从这边。
哇，你看看这个。电视他车也可能要开进来，开进来，开进来，就是开进来。有没有跟他交代啊？有呀，还没交代，要交代。开进去。你先讲，你先讲，你讲清楚。
这些都是，都是咱的客人。哦，是。啊啊。老大，大儿子是大，是。老大。老大。哎，我是老二。谢谢谢谢。先给他。坐着，我们一个一个去握手。72岁，没有，很年轻啊，二十岁，二十。
没开。这是先生大陆的居住的地方，就这样，他的洞房是那间，就在这儿住。进不来。我们大陆就大陆那句话叫。谢谢。好玩，好像在卖葡萄一样。往后一点，后面背景可以。对对对。是吧？那个龙角红的红的树枝，是吧？来，保卫棒。一二三四九。人呢？人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师。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你们在中间。你在中间？不，就这样。好啦，好啦。好的。哎，就这样。好，行，谢谢。这是井水。好。好，那后面。要加上这个窗嘛，真的很玉米。好了，来。好，再叫他。麻烦你好。再过一点，过一点，对，再走了，来，一，走嘞，叫上去，叫好了，走了，一起来，照张相了。你说啥？我说看。你好。嗨，你好。八个怎么的？你们俩，你们俩，
你这个劲儿没有我这个大。你说你的大，我说我的大。到底谁的大？一样大。他说他死了。啊，来个青椒叶草。